啦啦啦啦喂，你好。啊，是的。哎，我这就过去。到了走廊尽头左转就是实验室了。明白。用虹膜扫描装置打开门。能量块就在那里，快拿下那个东西，动作要快，不要动，有人正向实验室走过来。大伙赶快藏起来，藏到那里去。今天怎么这么重呢？哎呀，醒醒啊，麦克斯！这样不行，赛米，你先跳到那个东西上面去。啊！我们两个合力把麦克斯抬起来，扔到赛米那里。好的。那又是什么？这样，我喊一二三，然后大家一起冲过去。好的。一、二、三。再来一遍。跑！来，这是最后一个。跑！谢谢你，露西，干得漂亮！差一点就没命了，麦克斯，你快醒醒！你们快看前面！醒醒，麦克斯！麦克斯，求你快醒过来！快帮我，露西！我的，快点！总算活过来了，大家没事吧？
发生什么事了，安娜？蜥蜴军团还是夺走了能量块，必须立刻出动。明白，大家立刻变身，呼叫特工汽车。是。